是李33岁和女，下面给女友吃独家这一位。他是在聊什么？这么神秘？我真的很怕，我一下厨就马上分手，因为煮的太难吃。不会啦，粉丝喜欢吃你下面就好。王子举办新专辑签唱会，下面给粉丝吃。这话是撩妹，把主持人吓得不要不要的。我就签一签啊，然后那个歌迷就说谢谢您，我就说我有这么老吗？他说因为我把你放心上啊。这么会撩图的应该是小 case 吧？那煮面给女朋友吃过吗？泡面算吗？泡面算煮吗？算吧。哦，你们好好哦。打蛋 OK 哦，单手打蛋，那会桌上一打。哎，我怕冷。所以第一任女友都是我觉得，也没有。不要想太多，你就简单打，简单打，简单打。啊，什么时候学坤大聊个老婆回家呢？今天那个回家也还没结婚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真的。刚刚哦。但他们让我闪婚啊，或是突然结婚，在你身上。我觉得不会。那你有规划几岁想要结婚？我觉得差不多33岁到35岁。你会跟大家分享吗？会啊，我这个人就很喜欢分享。那可以不要半夜吗？我知道截稿以前嘛，我懂我懂。我已经被告知。苹果比较早截稿，记得。所以差不多像坤达这个时间可以。OK， 非常棒。上到 OK。好，因为太高了。好。对。发脸书加通知。哦，我知道，发脸书先跟我们的平面妙如姐或者念念说一下，照片也准备好。OK， 没问题。